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来的刚刚好。他俩怎么搅和在一块儿了呀？这男的谁呀？你们认识啊？喝点水。谢谢。上次见没错吗？一直说要好好请你吃顿饭的。啊，之前还以为就是客套一句呢。怎么会呢？就是前一阵子太忙了，一忙就忙到现在了。路上是不是挺堵的呀？是啊，我知道堵，但我没想到这一片这么堵。没办法，今天过节嘛。你等很久了吧？没事，正好抽空看了几页书。哎，这本书回头你也可以看看。Stanford 教授写的，特别好。服务员，菜单。谢谢。饿了吧？来，点吃的。这小柠檬今天看起来跟平时不太一样啊，哪儿不一样？我也说不上来。眼妆浓了，口红色号换了。专业。这男的谁呀？还挺帅的哈。不对，不能用一个帅字形容，是一种很斋男的感觉，很温柔，很优雅。怪不得小柠檬今天放我们鸽子，原来有情况啊！啊，你俩还吃不吃饭了？学长，你点吧，我什么都行。那也行。那我们就点一些他们特色。嗯，你吃鱼吗？吃。那么就来个清蒸大白条。他们家鱼还特别新鲜，都当天从太湖运过来的。哦。他们家蟹粉狮子头也是一绝，这家店老板以前是官员大厨。哦。咱们吃的是淮扬菜啊，那肯定得来点特色菜。淮扬菜必须得吃精灵盐水鸭啊，带汤三套鸭，冰糖酱鸭，鸭血豆腐羹，怎么样？明明，咱能别和鸭子过不去吗？再看看啊。哎，软兜鳝鱼、太湖脆鳝、响油鳝糊、滋补药膳鱼汤。这柠檬都辞职大半年了，你还没学会点菜呀？这男的到底是干嘛的？也是做投资的，上次跟明明在酒吧里见过。哎，明明那次还喝多了。嗯，我那是不想跟他多掰扯，话不投机早聚早走。哦，那你还挺深谋远虑的呀。哎，不对呀，你那天不是装醉，你是真喝冒了，非得让小柠檬来接你。难不成他俩是那天认识的？不会吧，这么巧、啊、哎，别瞎猜了，我去探探就知道了。你别去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甜甜，你回来。柠檬，你也在这儿啊？那天我约你就神秘兮兮的说自己没时间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情况。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青年才俊？啊，你好，我叫苏蔚然。你好，许思甜。啊，小哥哥好有气质啊，说话表很配你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太巧了，陆总和宗总也在这儿呢。真的？陆总也在。嗨。嗨。